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掀开讲义第二页，第二页经文倒数第五行，是故阿难，若无断淫修禅定者，如真砂石与其成饭，经不清洁之名热沙，可以故此非范本沙石成故。那么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四种清净明慧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实在讲是非常重要。十方世界六道的众生，所以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它的根本就在这一条。当然除这个之外，像后面所说的傻道这个大妄人，这都不能够出三界。但是这比较之下，习气最重伤害最深的就是这一条，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古德给我们讲解这一大段经文，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说得非常之多。今天这段经文，佛先用比喻来说，先用比喻来说，比喻的真沙做饭，叫煮饭，这个饭是米煮成的，沙决定煮成。这是说明说因果不相符啊！如果要想超越三界证大菩提，用淫心怎么修也修不成功。前面说得很清楚，他修得再好，上品呢就成了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不但不能超越三界，实在讲决定不能超越欲界，因为他这个大欲没有断掉，所以最高的这个位次是在欲界的第六天，我们称为魔王，就是第六天，这是修的算他是相当成功的了，只能到这个层次，所以说明了因果不相符。如
以迎生求佛妙果，众德妙物皆是因根，根本成因，能着难三途彼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可修呢？这个一段经文，我们真正想念佛往生净土的同学，不能不把它记住，时时刻刻检测自己，一个五欲六尘依然贪念，习气不断，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到佛菩萨的果位是不可能的。佛在此地说得很好，纵然得妙悟，这个邪法里头也有定，在我们是佛门里面讲的就是世间的看定啊，这个世间人心只要注意在某一桩事情上，他的心就比较清净啊，这是世法的禅定，所以三昧有无量三昧。这个无量三昧里面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世间里面呢有欲界的，有色界的，有无色界的。这世间还要分这个三昧。因此他也有小慧，他也有小通啊。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听到啊，某人或是出家或是在家，他有神通啊，他有奇异的特别的功能，一般人所没有的啊，于是一些愚人呢就将他奉为神明了啊。那么这些能力从哪里来的呢？一种啊是自己修的啊，说实在话，现在这个社会修得的神通还少，那修得要到神通发现还真要一番功夫了。没什么功夫啊，他也有通，他也通灵啊。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呢？楞严经上说得很好，不在这一段，是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啊，他这个能力不是他的，是邪魅他们的能力啊，来迷惑众生啊，所以他这个能力不是假的啊，确确实实是真的。我们要晓得，这个不是正法。前面在标准上已经给我们说明了，他不能叫我们得清净心，他不能成就我们的三昧啊，实在是扰乱我们的心情，那这个就不是佛法啊。佛法一定是清净法
啊，佛法不会叫我们增长烦恼，不会叫我们迷惑动念啊，从这个地方呢能够解别。所以经上讲众德妙悟啊，它一切有，就是有这些特殊的能力啊，是戒是因根啊，他把他修学的功夫用错了，所以根本成因啊，他的果报一定是轮转三途。对，前面讲了，他能够得妙悟，他能够升到欲界第六天，虽然升到欲界第六天，他福报享尽了，还要堕落。啊，说实在话，他在天上享福的时间短，他将来堕落在三途里面的日子长。所以佛在此地肯定告诉我们，彼不能除，这个除是讲超越三界，他决定不能超越三界，三界尚且不能超越，怎么能成佛呢？如来涅槃是成佛啊，就是他的修行呢，他想成佛，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下面佛说：必是宁机身心俱断，断心有余佛菩提思可希冀啊。这是佛在此地把这个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换一句话说，成佛最低的条件就这几句啊。什么叫基？即是指最初最微细的那个念头，这个念头要断了。换一句话说，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啊！这个一念是一念。不生，没有这个意念啊，身心决断啊，这个心里头没有念头了，身就不会造作啊，这身清净了啊，断性有。这个身心去断，如果断性还在，那个不算究竟，必须要断性有。这个断性是讲的能断的性，那也就是他还有能断的心，还有所断的境界，它还有能所啊，这个功夫就更深了啊，比前面讲的又深了一层了，能所双忘啊
个时候啊，就明心见性啊，到能所双望，所以见性成佛。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境界呢？圆教里面所说的初住菩萨的境界啊，从初住往上去叫分正佛啊，确确实实有能力在六道里面的实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能示现八相成道。这个能断所断的念头都没有，这个才行啊。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呢，给我们讲真话，一句假话都没有。这个真话虽然有一些人听到的时候起反感不能接受啊，但是你要想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啊，成佛道，那这是真因啊，真因才能够真果。给我们说，他说身断淫，这是律仪戒啊，小乘的戒律啊，律仪戒。这个心你是要断的，这叫定功戒啊。如果到断心有了，那叫道功戒。换句话说，明心见性之后，一切戒律通通清净。那么由此可知，一切法门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标准才得成就。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修行，我们想想看，几个人能有结果呢？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大陆上寻觅的40年来只有6个人成就了，你要问他，他有什么本事成就？楞严经上这4条他全做到了，他确实做到断性有理，他才能成就。如果到不了这个标准，那就像前面佛讲的了，毗卢魔道。啊，这个魔，他真的有智慧，有福德，他才能升天呢。如果没有慧，没有德，那他直接就堕地狱了，哪里还能到欲界天呢？没有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40搞清楚啊，要搞明白。说如果说真，因为佛说不如此说，即不寻说。这为我们最后
判决什么是邪，什么是正。所以这一章经文，我在过去讲楞严的时候，我说这一段经文呢是照妖镜啊，妖魔鬼怪什么样子我们不能辨别，这一章经文要熟透了，这一对照就晓得了啊，他是真佛还是假佛，我们就很容易辨别了啊。无我此说，我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名为佛说，佛是一切诸佛一佛所说，即一切佛说，佛佛道同啊，绝对不会说这尊佛说断言才能证无上菩提，那一尊佛说不断也能证，没有这么大的，绝对没有这个说法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善导大师在《观经》书里面的开导。那么佛这个结论呢，是教我们现代人如何能够防范，让自己不会误入歧途。因为这个时代崇尚民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妖魔鬼怪抓到了机会啊！在从前这个帝王时代，国王大臣，我们今天批评他啊，说他为了什么巩固他自己的权威，限制言论自由，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批评他。这个话嘛，随人说了，在正法的立场上，这些国王大臣确确实实护持正法，防非杜渐呐，他有功德。凡是迷惑人心的言论文字，都决定禁止啊！以圣贤人的教训建立共识啊，所以在古时候，这个教育的目的，要用现代化来说，就是大臣全民的共识。教育目的在此，啊，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了，尽量把它拉近。哎，它有个标准。啊，儒家的标准，五伦五常。啊，我们都能够信守，都能够尊重。啊，纵然有一些出入，都不太离谱啊。有一个标准的，所以社会能够安定，能和谐。国家世界能太平，它的作用在此地啊！啊，那么佛法的标准就是在戒定，戒相当儒家的理，
佛法讲定力，儒家也讲静定，啊，也讲，啊，那么现在讲这些人的少，纵于非佛非法的人呢多了，何况魔王徒众多啊！前面说的，他自以为成无上道，他也有很多的徒众，势力也非常强大。甚至是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人，都入了他的门了。这个影响多大？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但是到国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啊！所以佛在此地教给我们要认识他啊，你能够认清楚了，就不受其害了。认清楚，我们远离邪知邪见，遵从佛陀的教诲。纵然生在末法时代啊，五浊恶世，我们同样可以成就。啊，这个成就，一切诸佛菩萨无不赞叹啊！为什么？太难能可贵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四种根本戒条作为一个鉴别邪正的标准。啊，他是不是这样做法？啊，而且这个做的时候呢，不是在形式上，是在心地上，一定要做到断信有。啊，向这个目标去努力。那么我们念佛人，用一句佛号，这是方法，这是手段，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比起其他法门，确确实实是容易的多了。那么不如此说，即波旬说。这个波旬是魔王的名号，如果不是跟佛讲的不一样，那就是魔说的，决定不是佛说的，这是我们要牢牢地记住的。下面第二段啊，断杀啊，我乃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这个楞严上所讲戒律全是心地戒啊，心地戒清净了，那个律仪戒自然清净
啊，这个略仪戒上守得很好，心地未必能清净啊，所以是心重要啊。那么我们要想达到心清净，这个身呢也是助缘，身能远离帮助心清净啊，所以这个身呢也要清净。那么第二条，这是讲杀生。杀生同样的，对于一切众生，要能真正做到没有杀害的念头，这才叫真持戒啊！还有念头，这个不行。这个戒就不清净了啊，还要生死相续。为什么生死相续呢？佛在经论上常讲了，人不是这一生啊，不是这一世啊，人如果只有这一生一世，这个事情好办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麻烦的是什么呢？他有来世啊，我们人有来世，所有一切有情的众生，他们也有来世。这一次结了冤仇了，来世遇到了个报不报复呢？这也是我们偷到了他的财物，来世还要不要还呢？决定不能避免，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佛给我们讲因果通三世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人慧心很重，杀业很重，他对生活得很好啊，日子过得很自在啊，富贵荣华了啊，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天天吃斋念佛啊，真是戒律清净，他过的日子很苦，贫困潦倒，于是乎一般人看到这个现象，这哪里有佛菩萨啊？哪有天道啊？对于这个善恶果报，他就不能相信啊！这是什么原因？这实在是他看得太浅了啊！佛告诉我们，因果是通三世的，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前世所造的因。这一世所造的业是来世在成熟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享受的是一回事情，所造的又是一回事情。享受的是什么呢？
是过去生中积的善修的德，所以这一生的富贵荣华啊，健康长寿啊，啊，那是过去的果，是因，今生的果。啊，我们今生所造的因呢，果报在来世。啊，因果同三世。啊，也有人说，为什么不现世就报呢？现世报我们就解决了，我们就不会做坏事啊。那来世？我没看到来世，谁知道来世？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也还不错啊！啊，如果现世就看到果报了，他就不作恶了；看不到果报，你也可以不作恶了。何必要作恶呢？作恶嘛，都知道作恶不是好事情啊，那你何必要做呢？啊，三世果报什么时候你见到呢？到你临终那一刹那见到。啊，那个时候见到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真正来不及本经里头有一段经文说，汝负我命，你欠我的命，我还如债啊，我过去欠你债，我还你债，一世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啊，那还完了不就算了吗？没有那么容易。啊，还的时候，不是少一点呢，就是多了一点。那多了一点怎么办呢？多了一点，来生还得要逃啊，要逃回来。所以我们与一切众生的这种命债的关系，生生世世牵扯不清，所以我们修行魔障很多啊。这个魔障不是说自己本身的烦恼，是讲外面来的恶缘啊，这些恶缘为什么不在他们，而发生在我身上啊？我与这些众生的冤业亲缘不断，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可能解决的方法呢？有，佛教给我们修行，一定要回向。回向呢，是唯一解决的途径。我把我每一天所修学的功德，我都不要统统送给你们，我带你们修，我替你们修，他也欢喜了，他就也不障碍了，也得原谅你了。自他都得利啊，所以回向记里头有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报恩是恩呐，下济三途是怨呐。我们跟一切众生恩恩怨怨的没完没了啊！啊，希望将一生所修集的功德
的这功德回向给他了，把冤业解除。所以三种回向里头一定要回向众生啊！假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杀业很重啊，在没有学佛的时候无知，不知道杀生有这么严重啊！啊，但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啊，已经欠了这么多命债了，钱一定要还。我们想到后汉时代，安世高大师啊，这是早年翻译经典最有成就的一个人。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这个人是当时安息国的王子啊，他名字叫世高啊，那个安不是他的姓，是他国家的名字啊。像我们中国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他又不姓唐，就叫唐玄奘，唐国的玄奘啊，安息国的世高。他的父亲是国王，他是王子啊。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能够懂鸟兽的言语，啊，也是不学多闻。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继承王位，他做了半年的国王，就发心出家了，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他出家修行，跟我们中国非常有缘分，到中国来传教。来到中国，很快的对中国文字他就通达了啊，所以他的经译得非常好，他是译译的，跟鸠摩罗什大师一样啊。他翻译的经呢，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读啊。非常可惜呢，他也翻译的有《无量寿经》，那么安世高翻译的《无量寿经》失传。在传记里面记载，他在过去曾经两次到中国来，啊，来干什么呢？来还命债。这个传记上记载的非常清楚，啊，是过去生中他误杀了别人，这一生中却还要被别人也是误杀。但是他是已经一个得道的高僧啊，预先跟别人说，今天我走到什么地方会遇到什么灾难，要死在哪个地方啊，这是过去式的原因，不要找他的麻烦啊。那么这个人就旁边观察，果然就遇到这些事情，如其所言啊，这就说明了修行正果之后还要还命债
从宽，一个没有修行迷惑颠倒继续不断还在造业的众生，如果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真正明白了，我们心呢就平了，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占别人便宜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吃了亏的，没有啊。为什么呢？你占了别人便宜，来生来世你要还人家。哎，我这个吃了亏了，吃亏来生他要还我，三世一看呢，还要非常公平，你的心怎么会不清净？那事实真相明白了，你一定安分守己啊，不会有一丝毫侵犯别人的念头啊。这是事实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啊，纵然自己吃亏上当也绝不计较啊，才能真正达到清净平等啊。底下经文说，如修三昧，本出尘劳，煞心不除，尘不可除啊。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超出六道轮回啊，为了是超出尘劳烦恼啊。要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学佛要得到真正的清净快乐啊，有烦恼就不快乐了啊。所以古德用最浅显的这个语句说明学佛的目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我们这个目的是利苦得乐，尘劳苦啊，离开尘劳我们就得乐了。我们是为了这个，煞心不除，尘不可除啊。换句话说，你心里面还有嗔恚，还有杀害众生的念头，你的苦就离不掉，你的乐你也得不到，三界六道也出不去了。这是大障碍，不可得知。纵有多智，禅定现前，无不断杀彼乐神道。这个修行功夫得力的时候，也有定慧现前啊，但是他这个嗔恨心没断。佛跟我们说，那么他的结果呢？结果到鬼神道去啊。为什么呢？鬼神的嗔恨心很重，他跟这一道相应去啊，正是儒家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
一类一类的，它自自然然也就归到那一类去。安世高他翻经告一段落之后，他到九江去帮助他一个同参道友啊，这个同参道友呢，就是现在鄱阳湖的龙王，已经做了龙王，这神道啊！啊，这个朋友是他过去生中的同学。传记里面记载着说，他这个同学明经好事啊，明经是经典很通达了，又喜欢布施，这很难得了，不容易啊。还有一点呢，嗔恚念头没断，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印度出家人呢，生活都是托钵的，有一次托着一钵饭呢，大概很不好，很难下咽，他自己心里很难过啊，觉得自己修行很有德行，明镜好事，很了不起啊，今天人家供养东西很难下咽啊，心里很不高兴，就为这么一点点，就动这一点嗔恚的念头，死了以后啊，落在神道啊，去做龙王去啊，到了中国来做龙王，因为他明经，所以这个龙王非常灵验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很灵验，这是明经。那个烧香拜拜的信徒非常多啊，周围一千里这么大的范围都去拜他，是从前他喜欢布施，他有福报，徒众多，香火盛，前身修的福报修得大，得这么一个果报。那么这是因为嗔恚念头没断。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一位爱国的忠臣岳飞啊，这诸位都晓得。岳飞有智慧呀，有能力呀，是大将军呐。忠心为国啊，他被秦桧害死啊，这人在哪里呢？我初学佛的时候认识了朱金咒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在台湾往生的，90多岁的时候才走他给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事实，民国初年那个时候
他大概十几二十岁，他住在浙江温州，住在乡下。啊，他在乡下的时候啊，距离没有多远一个村庄，住了一个举人。啊，这个举人呢是个独生子，中了举之后啊，他非常孝顺父母，就没有做官了。啊，在家里面读书耕田，啊，侍奉父母，啊，他也结婚，还有个小孩，很小。但是他有一天中午睡觉做了个梦，这个梦呢非常的清楚，啊，不像一般的梦啊，醒了之后模模糊糊不清楚，他说非常清楚，就跟真的事一样。啊，他的心有一个人来敲他的门，啊，他呢就起来了，这是梦中的事情，这梦中呢他就喊起来了，开门，开门呢，这个人拿了一个一封信，啊，拿了个请帖，这上面写的是他的名字，要问是某先生，他说不错，啊，这个来人就是，他说我们家的大将军啊，请你去一趟。他听了就很迷惑，他说我一生没官场上没有交际，啊，这文武百官我跟他都没有往来，哪来什么大将军？是不是同名同姓的？你搞错了。那么这个来人呢，他既然名字相同呢，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推他了上马。啊，他这个上了马之后，他的感觉这个马不是在平地上走，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啊，没有多远呢，啊，没有多久啊，这个马停下来了。啊，看到一个建筑，是宫殿式的建筑。看到许许多多人在交头接耳在谈话，啊，那么他就打听，他这什么地方？哦，这是将军府，这哪一位大将军？是岳飞。他是个读书人呢，一听说岳飞，不好了，那我这不死了，被岳飞抓来，我就死了。所以这就很紧张啊。以后呢，这岳飞就升殿了。圣殿上讨论什么？讨论讨伐金兵的事情，准备出兵啊，去打这个金兵。啊，还在搞这个，啊，请他呢去办文书，啊，岳飞请他了，替他管这个书记，管文书，派他这个差事。那么他呢就苦苦的哀求。他说我上有父母啊，老母啊，我还这个太太很年轻，儿子很小，我不能去啊。啊，而岳飞就跟他说，我并不叫你现在就去，我还送你回家。啊，他说我们出兵还有三个月，你回家好好的安排后事，三个月之后呢，我再派人来接。那么他也很聪明，他一想啊，这岳飞找我，这不去也不行的。再一想的时候，这岳飞是真的是大功臣，啊，自己心目当中非常仰慕，哎，能够啊追随他了也很光荣啊。啊，那么这样就岳飞就给送回来了，送回来之后他就醒了，现在梦太清楚了。他就告诉他的父母，啊，他说三个月之后就要死了，啊，他的父母不相信，他说不能不信的，于是乎安排后事。那么到这天之后，到这天时，大家邻居村子里都晓得了，这个大家都到他家里去看他了，年纪轻轻的，看你怎么走法了。朱老居士也参加。也去看看稀奇，
啊，结果那一天家里请客，请了不少人。吃完饭之后，他洗澡换了新衣服，躺在床上。那么，房间外面都是亲戚朋友，他的父母也在房间。父母很不愿意呀，在那里又叫又骂，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要养老啊，不能跟你去啊。结果一会儿，他的儿子说：“他来接我的人在门外，我看到了。”就劝他的父母，他能够追随岳飞，为国家办一点好事情也好。人总归有一死嘛，何况这是不答应也不行啊，也没办法抗命啊，就劝他父母。他这个父亲讲说：“好吧，就这一声好吧。”他就断气了，就走了。所以朱老就说：“这是真的，一点不假嘛。”那么大概半年以后啊，就是双十节辛亥革命，所以朱老居士讲了，我们还没有推翻满清啊，岳飞已经先去打仗了，已经六个月之前已经出去了，那个卧轨道里已经动刀兵了啊，所以他老人家以后学了佛才知道岳飞这个一念嗔心这个杀心的没有断的，他在鬼道啊当大鬼王啊，没有能够离开鬼道 就是这个一念杀心那么这个是朱老居士那么大的年岁啊，绝对不会忘然他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大概72岁的样子。我是刚刚学佛，我的时候26岁，刚刚学佛。这都是事实证明，确确实实无佛所说，他就是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这个杀是念头啊，杀的念头啊，意念啊，在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厉鬼这个大厉鬼就是鬼王中品呢，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的那么像岳飞这个情形呢，可能还不是上品，大概与中品呢很相应他是鬼里面的帅元帅将军呢。下品当为地形罗刹这个大力鬼王经上讲的是天行夜叉那么这些呢像我们佛门里面讲的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首领是四大天王所以四大天王啊是这一些这个天龙八部的首领他可以成天也称为大力鬼王借于
天根鬼神之中啊。那么中品的这是我们台湾呢供奉的这个王爷公啊，这一类的大概是属于这些啊。这是鬼里面的帅，这个将帅啊，这一类啊。那么像山神、土地啊、城隍这一类都算是中品的啊。下品的这是罗刹鬼，罗刹鬼呢这害人啊。彼诸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啊。这些人他也有徒众，他有信徒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宫廷湖的这个湖神，他的徒众就非常之多啊。那么他的寿命到了，安世高知道到这个地方就渡他。那么这个神很灵，他托梦了给这个庙里面的主持，这个庙主啊，告诉他明天有一位高僧到这个地方来啊，说明他过去生中跟他的关系，你要好好的招待他啊，好好的接待他。那么安世高到了，这个庙里的人早就晓得了，所以接待。接待之后，他就要求这个龙王现身啊，现身跟大家看。这个龙王很为难啊，结果以后还是同意了。从这个神龛里面爬出来，是一条大蛇。安世高给他开示，给他念咒，但是说的那些话呢，别人都听不懂。啊，说完之后，大家看到蛇流眼泪，慢慢的又缩回去了。啊，那么他这个时候把这个庙里面人家供养他的这些财物，全部交给安世高。啊，安世高把这些东西带到南昌啊，那个龙王庙在九江嘛，带到现在的南昌，在南昌啊建一座佛寺啊。这个佛寺啊就是这个龙王出钱供养的，这是江南第一个佛寺啊。在南昌建的第一个佛寺就是宫廷湖的龙王他出的功德啊。那么当他超度之后，安世高坐船到南昌啊，船还没有离开湖边呢，见到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一个年轻人在船头上这个拜了三拜啊，拜安世高。安世高跟大家说，那就是龙王，宫廷湖的龙王，他现在脱离蛇身了，升天了，这是超度他能够升天啊。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蛇被人发现已经死了，很大的一条蛇啊，所以现在那个地方叫蛇村啊，就是这个，可见这个事情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历史上所记载啊，堕落在这也是算着，这是不是上品嘛，也是中品啊。所以他有徒众，他也自己以为成不上道，所以鬼神不能得罪。这个龙王的性情也是如此啊，你要是得罪他，你一路都不平安，
你要恭敬他、供养他、赞叹他，他就保佑你一帆顺顺风顺。啊，常常他会作用人的，啊，这个就是杀心未除，啊，嗔恨嗔恚这个念头没有断，所以才有这种现象。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次飞升直圣世界，自言摄肉的菩提路。啊，那么凡是提倡肉食，不必要素食。可以能成无上道的，这叫鬼话，这不是佛说的，这鬼说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常常听到是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这鬼话，这不是佛说的啊。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就是济公和佛，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在家济公是被小说编出来的呀，不是真的。高僧传里面的济公传那是真的，宋朝时候确实有其人，但是不像小说里面写的太过分了，那个不能学。济公不错，在世是有这个喝酒吃狗肉的事情有记载，这是经书上是有记载的。他并没有特别的因缘，那叫开戒。不叫破戒，度一类众生。大乘佛法常说，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所以佛教给菩萨戒引众生，在方式上有四种，叫四摄法。第一个布施，第二个爱，第三个力行，第四个同事。这是佛教给菩萨戒引众生的手段。看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我有一个朋友，是个老朋友，现在还在台湾，他年岁比我大，有70多岁了。那么他告诉我，他在抗战期间当中，从事于地下工作，在南京，南京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在那里做地下工作，有一天被日本的宪兵队发现了。那个日本宪兵队可不是好人的，他们一共有3个人被这个宪兵队追到南京南门外，就是中华门外有个雨化台，那有个雨化寺庙。他们走急了，走投无路了，就跑到那个庙里去求和尚呢帮助他，帮忙来救他。这个老和尚很聪明，立刻去给他把剃头刀马上把头剃掉，用个海青给他一穿呢，他们都在念佛，要跟着念佛。结果那个宪兵队来了之后，到处搜查搜查，找不到，
他们混在那个出家人当中念佛，老和尚救了这一条命啊，这个救命之恩呢、念念不忘啊，抗战胜利了，再回到南京，想到这个老和尚，一看老和尚还在，日本人对这个佛教啊，还蛮尊重，就是没有伤害，那么他们就想呢，老和尚当年救我们一命，不是老和尚救的命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要报答他老人家。在南京，这个一个是很好的一个酒店，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请老和尚来应供。这老和尚来了，老和尚一来之后，他们在想，和尚吃素的，我们这这么忌讳，还要搞得这么多，这怎么办呢？我说，就觉得非常尴尬，很难为情。这没有想到，这个老和尚非常慈悲，叫大家请坐，拿到筷子就行，照吃。哎呀，非常惊奇，他给我说，真真了不起啊！老和尚这叫开戒，这不是破戒呀！这是什么？教这些人生欢喜心，知道佛法圆融广大。虽然戒律清净的，但不是死板的。所以他们非常佩服。念念不忘。所以济公。这个酒肉必定是度脱像这些这一类的人。你叫我吃素，那我不学佛，肉也可以吃啊，那佛就可以学了。用这种方法诱导他入佛门，所谓是先以利欲勾牵他，后令入佛智啊。到后来慢慢他把道理明白了，这个因果四理都通达了，他自自然然就断了，这还要用得着劝吗？那么换句话说，什么事情最重要？是叫他入佛门最重要。所以换句话说，凡是一切障碍他入佛门的，都可以通融。这是一个手段。当然，入了佛门之后，那就不一样，他渐渐明理了，渐渐懂得了。所以这个戒律不能劝人受戒。我跟李老师十年。老师常常教导我们，教我们对这一切在家的行动，他说可以劝他守三规，劝他学佛，不要劝他吃素，不要劝他受戒。为什么呢？一劝吃素受戒，往往呢他就不肯来了，把他学佛的这个因缘断掉了，这个罪过很重。所以李老师在台中40年，这个学生有几十万人，是这么招来的。但是入门之后啊，有个半年一年呢，他自然就吃素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劝。我们学佛要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学佛知道这个肉食是决定的障碍，也知道因果可畏啊。这个杀了杀害众生的，吃众生将来都要还债的，是不是吃他半年罢粮啊，要还他半斤啊，决定不能避免的，
我们明了了，家人还没学佛，可不能拿这个话了说给家人听啊，说给家人听说他就起反感啊，必然毁谤，造更重的罪业啊，所以要随顺啊，要随顺，要慢慢诱导他，让他先入佛门，让他能看佛书，让他渐渐明佛理，后来他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这个真是方便有多门呢，归云无二路，我们要知道善巧方便，这才能度化你一家人，度化你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要有方法，绝对不能够责备这个责备呀，那是对什么？老修行的人呢，吃了多少年的长斋，现在又去吃肉，这个可以责备他，他没有瘾啊，他一时又糊涂了，又忍受不住了，这个是错误的，对于刚刚入门的人，绝对不提，绝对不提这个事情。我吃肉食呢，我们可以告诉他，却劝他吃三斤肉，能不杀生最好，不要吃活的，用这个方法诱导他入佛门，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不断淫欲，不断肉食，很多啊。用这种方法来戒淫信徒，他的信徒当然比佛多啊！你看学佛又要断淫，又要断肉食，这个好苦啊！他那个法门，可以淫欲，也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照样成佛成菩萨。那当然，他学那个法门去了，怎么会跑来学这个法门呢？那么现在诸位晓得，这个密宗里面呢是最方便的了，可以说杀到阎王都不忌讳，他还能即身成佛，所以一窝蜂的都去学去了，真正能成得了吗？诸位看看黄念祖老居士《心生录》里面介绍的密宗，你看他怎么说的？不能成就造罪业，跟此地讲的这是上中下品的没有啊，连入品的份都没有啊，直堕地狱，哪里还能够下品的边也沾不上啊？这个罪业造作，确确实实贻误众生，造了极重大的罪业，自己还不知道。那么佛唯恐有人提出异议，佛陀在世的时候，弟子们每一天出去托钵，这个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那不也吃肉吗？那他们能不能证阿罗汉呢？能不能超越三界？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莫难，无令比丘是五戒肉，此肉戒我神力化身，本无命根，无婆罗门，地多真实，加以杀食，草菜不生，所以大悲神力所加，
因大慈悲驾名为肉，如得其位，然后如来灭度之后，是肉是众生肉，名为是子。这一段事情，我们自己明白了解就好了，不要跟人说。啊，跟人说的话，人家会反驳你，你也没有办法回答人家。啊，佛的神力变现，为什么现在不变现给我们吃呢？啊，所以要跟人家问这个问题，这就会生起许多之机，找惹起无谓的麻烦。啊，我们真正明了。啊，这段事情佛在其他经都很少说。啊，今天楞严会上为什么说呢？楞严会上是为了真正了生死出三界的人，这不是为普通人说的。啊，所以今天全世界的佛教徒，除中国之外，啊，越南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啊，中国跟越南之外都吃肉的，啊，那么他们遵守佛的小乘戒律五戒肉，啊，五戒肉呢是不见杀，啊，自己没有看到杀，不闻杀，啊，没有听到杀的声音，不为我杀，啊，不是为我杀的，啊，那么再有呢，自己死的，啊，自己死的，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是鸟兽吃剩下来的，啊，这个在野外旷野的时候遇到野兽吃剩下来的，这个五种叫五净肉。通常我们除了鸟兽吃剩以及自己死的，叫三净肉。啊，这常说的三净肉。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加上这两种叫五净肉。佛给我们说，佛陀在世，啊，出家人托钵所得的都是佛神力变化的。啊，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那个地区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沙漠地带，啊，植物不能生长，啊，热带的地方，这是非常不得已，啊，叫我们，这是佛陀变现的。那么佛陀既然能变现，这个肉供养大众啊，为什么不变现呢？这些蔬菜植物呢？变现蔬菜植物啊，违背了自然的法则。那这个地方沙漠不生这个蔬菜，你的菜从哪来的？又引起别人见怪。啊，佛供养大众，大众还不知道。啊，这叫大慈悲呀。佛陀入灭以后，那你所吃的众生肉啊，是真真实实的众生肉。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这个不是如来神力变现出来的。啊，这个吃了，那与众生就结下了冤结了。
将来还得要偿还。啊，《大乘经》里面讲学佛不能吃众生肉，楞严讲的特别清楚，特别的详细。啊，里面道理、因果、得失都给我们交代清楚了。啊，我们中国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时候，是小乘生活方式，啊，也是吃三斤肉。中国这个素食，佛教的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梁武帝还不是读这个经，读《楞伽经》，也是读到这类似这一段经文。佛跟菩萨讲的，菩萨这个心地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梁武帝读到这个，深受感动，啊，所以他自己从此以后就断了肉食，啊，就素食，啊，因为他是佛门的护法，他自己吃素，所以就要求这个寺院出家人，啊，响应了他的这个素食运动，啊，所以中国素食运动是这么来的。啊，那么今天外国人没有，啊，外国人学佛出家在家都没有素食，啊，像西藏呢，他们也没有，啊，西藏没有是地理的关系，啊，他那个地方也是这个蔬菜、苞米很少，啊，是以牛羊为主食，啊，一直到今天。还过点游牧生活，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啊，好，今天我们讲到此地了。